囚禁、殴打嘛，电棍电你嘛，就是用脚踹，然后打耳光。到处都是砸烂的手机，泡在水桶里的手机，宿舍里有监控，而且都是一些很高的黑人拿着枪，把人关在这个房间里面，每天都是关在这里，不让出大楼。地面都是泥泞的，然后还有那个住的地方是板房，晚上会有很多老鼠。强迫我们每天要就不择手段的去拉别人过来赚钱。你不是说有些就是特别害怕？人身安全就是不一定能得到保障。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些年轻人是一起跨境诈骗案件的嫌疑人，他们所描述的是自己在境外从事诈骗活动期间遭受到的待遇。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已经抓获了100余名跟他们情况类似的犯罪嫌疑人，这些人的年龄呢都是在20岁到35岁之间，很多还受过高等教育。那么这些人为何会走上诈骗的道路？这个涉及人数众多、长期实施跨境诈骗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铲除的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包吃包住包路费，境外高薪工作看似美好。我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对外面又比较好奇。囚禁、殴打，他们深陷其中，沦为爪牙。我们要做一个虚实的转化，一步步的去拨开他的马甲。利剑出击，斩断诈骗黑手。破碎的美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时间转回到2019年12月。这天上午，一个神色慌张的男子急匆匆地走进了东营市公安局河口分局刑侦大队的办公室。我们辖区的一个王某，这个到我们刑侦大队来报警，就是说他是在别人的这种诱导下吧去参与投资，参与投资以后呢是被骗了。他一共是投入25万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煎熬的，老婆嘛一直身体不好，生着病。家里的小孩也需要钱，然后呢我又把钱全部被人骗完了，非常的难受。他就是报案人王先生。在报案的过程中，他告诉民警，仅仅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便在一个投资平台上被骗了20多万元。为了弄清楚具体情况，民警对王先生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这个受害人王某自己称，在这个从12月初到12月中旬的时候呢，自己加入了一个这个股票交流群，上面有些老师呢会发一些东西，就是教我们嘛，看看怎么挣钱。经过一时间这个类似于洗脑以后呢，他发现这个导师啊还有这个助手讲的都比较真实，所以他就相信了。有一天呢，就是上面有个老师说下载一个什么 APP， 一个软件，手机上的，然后就进那个平台，可能能做一些彩票啊，或者是股票之类的东西，我就下载了，我进去看了一下。因为平时也接触过一些反诈宣传，王先生虽然下载了这款手机软件，但是最初还是非常谨慎。几天过去，当看到群里其他人纷纷投资成功的消息后，王先生的内心防线最终还是动摇了。他决定小试一把。刚开始投了200-300块钱，你还别说，确实是，短期内就盈利了200来块钱。他也是试探性的，可能今天，向这个平台投500，可能第二天他就提出600来了，过两天他又投1000。可能又提出1000多来了，我就胆子就大了嘛，然后放了进去10几万，然后呢盈利了5万块钱，
我去提现呢，还是很顺利的就把钱提出来了，那我心里就擦耳朵了呀。他肯定要给他返钱，偷小孩返小孩，偷大孩返大孩，这样他一步步的引诱着他往里边继续偷钱。那我就很放心的把我所有的积蓄啊，全投进去20多万吧。然后当我把钱打进这个平台的时候，就突然发现那个我被这个群给踢出去了。自己看到这个平台里这个自己的这个账户呢还有余额，但是呢提不了现，他就联系这个导师和这个助手，发现就是对方已经把自己拉黑了。那我心里就害怕了呀，那肯定就出问题了，我知道可能就是这时候意识到可能是被骗了。意识到被骗后，王先生迅速报了警，接到报案，东营市公安局河口分局刑侦大队十分重视，他们迅速跟东营市公安局新型犯罪研究作战中心进行了沟通，并联合成立了专案组，决定全力侦破此案。因为这个受害人是河口辖区一个乡镇的，是外来务工打工人员。对他来说是全家所有的这个积蓄，甚至还有一些外债。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感觉要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来破了，然后尽可能的给受害人这个追赃万岁。我们根据受害人提供的涉案银行卡账号还有三方账号展开分析以后呢，发现这个收款账号呢，银行卡这个收款的区域大概是分布在这个东南亚，然后我们同时发现在这个就是前后几天吧，汇到这个银行卡的资金呢还有这个刷单诈骗的还有类似于其他类型的好多种诈骗，那就有符合这个一个洗钱的一个通道符合这样的一种特征吧，可以说。通过对王先生在诈骗平台充值的资金流向分析，警方发现王先生每次转账汇入的银行卡其实掌握在一个专业的洗钱团伙手里，每笔钱在转入平台提供的收款账户后便被迅速转出，在经历多次的转入转出后，这些钱已去向不明。进入专业的洗钱团队以后吧，这个资金再想向追踪呢就是有点困难了。目前的话整个电诈的产业链条越来越细化，那么整个的洗钱流程呢也非常非常快，它可以说是秒转就是说在非常快，在几秒几分钟的时间内呢，这个钱可能就已经通过这种水房啊，通过贸易对冲通过这个虚拟币区块链等等方式呢转到了境外，洗成了一些相对干净的钱，就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损的一些钱。王先生的钱究竟被转到哪里去了呢？由于专业的洗钱团伙的加入，警方对汇款去向的顺线调查面临着重重困难，而针对王先生下载的投资理财软件的调查线索也十分有限。那么案件的突破口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快速盈利，顺利提现，竟是诈骗陷阱。虚假身份的背后，一个大规模诈骗集团浮出水面，破碎的美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因为被害人王先生能够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王先生被骗的钱也转入了专业的洗钱通道，去向无法追踪，案件的侦破工作面临众多的困难，办案民警只能另辟蹊径，寻求突破。因为那个时间是2019年嘛，就是这个返款的这个账户，大概都是在这个诈骗团队手中掌握着，因为他要实时，掌握这个给这个受害人返现，因为受害人在平台他要提现了，他就是在通知这个洗钱团队，
给这个受害人打钱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间上或者是沟通上就有一定的这个麻烦，然后他们就一般是这个诈骗团对自己掌握这个返现卡。在被害人试探性投资的初期快速顺利的提现，这是诈骗团伙引诱被害人进一步加大投资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些返款账号一般都是由诈骗团伙成员直接掌握的。既然洗钱团伙不好追查，那从这些返款账户入手展开调查，会不会成为侦破此案的突破口呢？对这个受害人返款的这个资金账户，这个研判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银行卡账户和这个三方账户，这个网络环境和登录轨迹，都有这个重合。群里的导师啊、助理啊、客服人员的这些社交账号的话，也和资金流上的这些数据，进行一个碰撞以后，正好OK 是相吻合的。有了这个判断，接下来的调查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很快，通过对返款账户资金流向以及关联账户的分析，一个可疑的银行账号出现了。就发现这个账号在每一个月特定的时候、特定的阶段，它就向某一特定的一类人就发放这个金额不等的这个钱数。我们分析可能是这个诈骗集团向他们这个所以这个诈骗嫌疑人支付这个公司的那么个情况。但是这些有可能都是买的虚假的一些社交账号、手机号码，都不是犯罪嫌疑人真正他生活持有的。那么其实我们打击电诈案件的一大难点就是虚实的这种转化。由于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愈加狡猾，洗钱、贩卖社交账号、手机号码以及银行账号的黑灰产业链也随之滋生发展，诈骗分子躲在不断变换的虚假网络身份背后，给民警的侦破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那么其实我们不是要抓那个虚假的账号的这个人的，我们要抓实际的这个生活账号啊，我们要做一个虚实的转化啊，一步步的去拨开他的马甲啊，剥落他的马甲，然后去找出来这个人到底是谁。只是如何才能确定这些虚假信息背后的真实身份呢？这就需要办案民警细致耐心的比对、引证、寻找线索。我们偶尔看到一下光明，然后觉得哎，我落出来了这个人，对吧？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身份，我们还需要通过种种的东西去印证啊，经过一次次的就是说看到希望，然后一次次的去否定啊，不断的去找到线索，不断的去否定，不断的找到线索，不断的去否定，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最终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去重以后呢，我们落实了真实身份，整个这个诈骗集团大概规模有600余人啊，分布这个一线这个诈骗这个团队有10几个。确定这个犯罪团伙、犯罪集团就是在菲律宾和老挝。至此，这个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的跨境诈骗集团浮出了水面，案件侦破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对这个诈骗集团相关成员的抓捕工作却遭遇了难题。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再加上国内外执法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别，要想对这些藏身在境外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此，东营市公安局全体参战民警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耐心地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在境外搞诈骗的管理人员，他不可能最终落地生根在国外，他最终还要回来。只要我们盯住他不放，时刻关注他，只要他回国的时候，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力量，是吧，包括这个机场，是吧，海关，都可以把他们抓获。2020年底，抓捕机会终于出现了。经过追踪调查，专案组民警发现，直接对王先生实施诈骗的人员，以及该诈骗集团的其他一些成员，一共40余人，陆续回到了国内。得知这一消息后，东营市公安局邀请检察院提前介入，共同针对此次抓捕行动进行了研判。
检察院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犯罪集团我们提请逮捕的这一些人取得的证据和这个我们本辖区发生的这个王某被诈骗这个案子证据方面欠缺关联性，是有很少的一部分是我们直接对应着我们的案件的，但是更多的人研判的人是一个犯罪集团的，不是一个犯罪团队的，所以说呢他们呢对我们这个案子是没有直接管辖权的。因为你办一个案件首先得有管辖权，当时呢这个管辖权不是特别明确。由于东营警方只对王先生被诈骗案拥有管辖权，也就是说除直接对王先生实施诈骗的嫌疑人外，该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如果无法证明他们与王先生被骗有直接的关联，那东营公安将对他们束手无策。并不是说这些人就不是犯罪嫌疑人，他们是整个犯罪活动的整个非常就是非常密不可分的一环一环构成的。而且我挖出了这个境外的一个诈骗集团，这样子实在是来之不易啊，不能说研判出来就结束了，我们还要把他抓回来啊，怎么搜出去能够判得了，这才是我们打击电信诈骗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导向。随后东营市公安局通过山东省公安厅向公安部提请了指定管辖，在获得公安部的批准后，东营市公安局迅速调集了全市的精干警力，奔赴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展开了集中抓捕行动。别动！大家别动！我们市局组织的第一次集群战役，一共抓获43名犯罪嫌疑人，然后对这4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采取强制措施，然后为这个被害人王某追回了全部的这个损失。真没想到他们这个东营的这个反诈中心的这些民警们确实是帮我把钱给追回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这也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以后就遇到这种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我一定是保持警惕。陆续回国的这43名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王先生被骗的20多万元也全部追回，这意味着对这个跨境诈骗集团的打击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通过审讯这些嫌疑人，这个盘踞境外多年、规模庞大的诈骗集团也渐渐显露出了真容。诈骗集团的这个股东，他们出钱以后呢，成立类似一个这个公司化运营的这个诈骗集团，市场部就一线负责这种诈骗的部门，就是这个人力资源部吧，它就分为这个招聘。就负责这个招募诈骗这个人员入伙实施诈骗，推广部负责对这个他们所实施的这种诈骗的类型进行推广，虚假信息素材制作和这个转发等。财务部呢又分为这个出纳、成本核算和洗钱。客服部呢主要负责在这个诈骗网站在线答疑和对这个受害人进行这个推广引流。其实我们也很吃惊，原来他们整个集团是非常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公司化的运作。而更令办案民警震惊的是，这个诈骗集团还有着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并为此制定了极为严苛的管理规章制度。这个单位门口都有持枪的，在那里就是看门也好，是吧，就防止这个公安去抓他们。我们每个人到了他的公司以后，首先要给自己取一个艺名。犯罪分子之间呢不能相互打听你自己的真实其他人的真实情况也是防止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被公安机关抓获了可能就是把别人这个犯罪事实也都告诉这个侦查机关。自己的手机会交上去，然后用那个公司发的手机，每一次上下班，然后手机、电脑都不能带出去工作区域。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合规部，
专门去抽查你的手机，检查你的私人用品，就是有没有跟其他人聊一些不该聊的，或者说有没有把公司的一些什么文件保存在手机里。一旦发现的话，罚款，或者说有时候还会安排人打你。嫌疑人供述，诈骗集团的组织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不仅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连他们和国内亲友的联系时间和沟通的内容也严格控制。此外，还有着非常严苛的考勤和业绩考核，一旦他们违反规定或者是业绩不达标，轻则组织者就对他们罚款，重则打骂关禁闭。那么这些人当初是怎么加入到了诈骗集团的？除了这些底层人员，诈骗集团的组织者又该如何抓获呢？高薪出国，境外的工作竟是实施诈骗，反诈路上永不停息，对背后金主的追捕仍在继续。破碎的美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当时我也是找第一份工作，然后就在 QQ 群里看到有人发那个高薪招募，当时是通过朋友介绍，说这个公司在那边的公司可以赚钱，一个是金钱方面的诱惑，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对外面又比较好奇。高薪出国，这便是诱惑这些年轻人一个个奔赴境外工作的原因。然而涉世未深的他们怎么会想到，当他们真正进入到所谓的公司，正式入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美好了。出境打工的这种广告特别美好哈，就是说包路费啊，包吃住，不可能的。那你已经欠了这个团伙十几万啊，因为他要找蛇头把你从境内偷渡出去，对吧？然后他又给你订机票订酒店，他会把你的护照全部收起来，由专人统一保管。如果没有给公司带来收益的话，就是你想走，你家里比如说你产生了一些成本呢，他会让你离职的时候，你想走的时候，就是让你赔钱，赔给公司嘛，公司肯定不会亏钱的。之前我们那有个小姑娘，她就是找了个机会拿到护照走了，然后据说是给抓回来关到小黑屋里去了。公司有打手，就是对待就是有二心的人，就是不干活的，或者说想只是想拿底薪混混底薪那种人，就是打。一开始在犯罪集团的胁迫下，这些被骗去的年轻人只能拼命地挣钱还债，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诈骗的数额越来越多，他们也渐渐在金钱的世界里迷失了。领导就负责这个每天给你开会洗脑，隔一段时间呢，就会讲谁谁谁又赚了多少钱，让我们去向他看齐，向他努力。然后赚到钱之后，又要买车买房啊，扩大你的欲望。他们还一直在给我洗脑，说是合法的，就是心里有过，就是良心上有过不去。有的，肯定是有的。但是看到别人被骗，就是，时间久了，他可能就是没有感觉了。后来就麻木了，就是你来这里赌博嘛，就是你亏钱也好赚钱也好跟我无关，我只要能赚到钱就行。然而随着近年来国家对跨境诈骗集团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这些诈骗集团里的组织者为了躲避抓捕，对底层人员的管理也变得越来越严苛，越来越暴力。从2020年开始，很多诈骗集团的底层人员开始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陆续返回国内。而在国内等待他们的是各地公安机关的追捕。只要你违法犯罪了，公安机关是一定会依法追惩的。2020年底，该案件的第一批43名嫌疑人落网之后，东营警方在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难题。直接参与诈骗王先生的30余名嫌疑人，由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检察机关顺利批捕；而对于其他嫌疑人，警方只能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传统的诈骗案件，一般都有被告人、被害人，啊，
就是被害人的个欠款去向都脉络比较清晰啊，像咱们这个案子呢，这个被害人就是不好查清了，就是一共有多少名被害人，或者说被告人一共是诈骗了多少资金，这个都没法落实。这个被害人到底是被谁诈骗的，根本就无法查出来，那只能说是这个被害人只能证实到这个被害人是可能是被这伙人诈骗的，因为当时介入的时候就是这么个状态。东营警方遭遇的这个难题，全国各地警方在侦办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都曾经遇到过，境外证据无法顺利取得，每个嫌疑人的诈骗行为以及具体数额无法准确认定，而这些缺陷都给接下来的案件审查起诉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明明知道他就是在境外搞电信网络诈骗的，而且抓这么多人，他不能就不打击他了。就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研判了这么好的案件，而且抓回的人都全放了啊，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对我们的研判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挫败的，对受害人那就更不公平了。受害人说你看这个犯罪分子抓到了，你没有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对受害人我们也没有很好的交代。当时有一个广西的，他也是电诈的被害人，他说我那个老母亲现在就在医院里等着救命，这个钱就被陈人给诈骗走了。所以说你接触到一个被害人之后，你就觉着哎呀，我们的案件真是一个案件牵扯到了无数个家庭，真的是咱怎么想个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打击真实犯罪，如何保障这个诉讼的顺利进行，目的都是相同的，对打击犯罪维护这个被害人的权益。为解决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证难、定罪难的问题，针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特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21年6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该意见规定，在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与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诈骗数额虽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解释二的出台，这是对我们打这个团伙啊搞这些案子的最强有力的一个支持。你只要把这人呢脑括在里边，脑括在这个犯罪集团里边，我们就可以按照诈骗罪给他定刑。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后，东营警方对照相关条文重新梳理了案件的证据材料，并针对性地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彻底夯实了案件审查起诉的证据基础。就他们这样相互辨认，说他们这人有的在里边待2年，有可能不同部门之间人员都相互认识，那么这样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人员相互之间的辨认，经历之间相互辨认，然后辨认人越多越好。不仅要口供，我们还要从他的出入境记录他的其他的收入来源了，资金收入来源，多方面进行分析，多方面的收集他们的证据。你看这一个嫌疑人，他这个需要对其他同一个部门的同案犯的辨认，而且他干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他认识公司的人员比较多，有可能认识其他部门的一些人，然后要让他对其他部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过去这么多年，有些人记不清楚啊，或者是有些本身证据存在的取证存在一些客观困难吧，就是觉得哎，这个情况我们真的是尽力了，只能查到这个程度了，但我们就说哎，你在别的地方再想想办法，能哪个地方把这个证据链条然后闭合得更完整一些。那故意犯罪肯定要有主观明知，那我们通过你的客观行为，通过其他人的供述，通过你的这个各个环境，
我们来推定你的主观明智，但是这个主观明智呢，需要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来印证。我感觉真是这个到了后期侦办的时候，就是需要这个耐心，还有这个责任心，因为我们要对每一个嫌疑人都要落实，从案卷的制作到后期的取证，包括到后期的诉讼，都要逐人逐卷，这工作量还是很大。你看，他这个案子就搞得非常成功。你看人家这份材料怎么搞的，从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这个体现出这个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包括在每一个地方。虽然工作量巨大，案卷众多，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东营警方第一批抓捕的43名犯罪嫌疑人，最终都以涉嫌诈骗罪被起诉。从2021年开始，针对这个境外诈骗集团，东营市公安局又组织了2次集中抓捕行动，最终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人，以涉嫌诈骗罪成功起诉94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一直是困扰全社会的难题，赃款的追索、证据的固定都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在节目里也提到，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在解决公安部门取证难、追诉难等问题上都有哪些创新的规定？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王小伟副教授的解读。意见二呢，对跨境电诈犯罪呢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这个法律适用的意见，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呢提供了一些新的依据。一方面呢是进一步完善了跨境电诈犯罪的认定，针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特点，意见二中专门规定，在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者是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的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诈骗数额虽然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的这个诈骗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者是多次出境赴诈骗窝点的，可以呢认定为刑法中诈骗罪呀里边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情形，那么就可以呢以诈骗罪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呢就解决了在境外证据无法顺利获取，每个嫌疑人的具体诈骗行为以及数额没有办法准确认定的时候，结合他出境的时间次数，也能够呢充分的体现出这个嫌疑人参与境外诈骗活动的程度和社会危害性。这条规定呢就充分体现了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尤其要从严惩处的这个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办理此类案件中所遇到的这种比较突出的取证难、定罪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意见二呢就进一步明确了境外取证的证据效力。意见二第14条呢规定，通过国际警务合作收集或者是境外警方移交的这种境外的证据材料，确因客观条件限制，境外警方未提供相关的证据的发现、收集、保管、移交这种材料的时候呢，公安机关呢应当对上述证据材料的来源、移交过程以及种类、数量、特征做出书面说明，由2名以上的侦查人员呢签名，并且呢加盖公安机关印章，经审核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就可以呢作为证据使用。这样一个规定呢，也完善了境外取证遇到的这种取证和认定困难的问题，为这个公安机关获取境外证据并且能够作为这个证据使用解决了实践中遇到的一些这个突出难题。对于警方来说，这个案子的侦查和追捕还远远没有结束。根据研判，这个境外诈骗集团的幕后老板还尚未抓获，所以警方对他们的追捕就不会停歇。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